如果要講一個香港電影一句令我很深刻的台詞，我想是來自《踏血尋梅》黃佳梅這個角色講過一句，是叫做活著會痛，活著會恨，活著就要每一天想著怎樣活得更好。這一句台詞聽來其實好似很負面，但是其實它正正會令我反思，緊我凡事都不可以向太負面地想，我應該要 positive 一點去面對每一樣東西。拍戲跟我想像中有沒有出入，其實我覺得是有少少出入的，尤其是我初初拍第一部電影的時候，因為以前是不會幻想到在片場的生活是怎樣的。我真的跟很多市民或者很多觀眾想的一樣，就是以為拍戲做明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都是在個鏡頭下叫做演好一齣戲就算了，這樣好像很簡單，但其實整件事是很多困難、很多挑戰在入面。每一次接觸這些機會，我都是發現有很多位需要突破。其實很開心透過 Ice Cream 這套劇多了很多觀眾認識我和喜歡我這個角色的。咁我認為觀眾喜歡阿凡這個角色是因為阿凡比較簡單，比較有活力和青春陽光可愛。如果要在港產片裡面揀一個角色來做，我想我會揀《重慶森林》梁朝偉在裡面飾演的角色，因為我覺得他在這套戲裡面他的感情線是感覺上很浪漫，還有他和王菲飾演的角色的關係有一種撲朔迷離的感覺，我覺得很有趣，很想試一下。